考你一个成语。好。成语猜。好。十五个人一起吃饭。十五个人一起吃饭。跟什么有关系？十五个人一起吃饭啊。它只是成语很像而已，可是不是真的是那个。十五个人一起吃饭，然后我再给你。啊吧吧吧吧。很吵很吵，吃饭很吵。七嘴八舌。叮咚。七嘴八舌。你们吃饭，十五个人乱吃七八十五。七嘴八舌。老春虎宴。因为我听到十五啊。对对对，吃饭。七加八等于十五。他自己在看视频。那你叮咚什么？那你干嘛叮咚？我刚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口味被人家先拿走。哪个？Oreo 的 Oreo 谁是 Oreo？ 刚那个贱胚来了来了，是吗？有啊。马上，你怎么可以乱骂人家贱胚？可以骂贱胚，那个裤子还走掉。他拿回来吗？不是吧？他拿回来了，因为你讲贱胚。你被演一个很大，被我们的被你屁了，真假的啦？拿回来了，被你恐吓。我把它拿回去了，我吃别的了。回去。我说的贱胚是我啦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拿回来了吗？交给我拿吗？他先拿了。没有啦，他不要出去了，是吗？你赶快去那个融化，快点，赶快去。可是还是很在意你那个健胚。